我为什么来这间？啊，当然是报备啊，跟我讲的，讲这间是全台湾有个好食的店。小姐，这道啥？鸡肉啊！你这个什么？这个怎么讲？这个叫做黑的白斩鸡，白斩土鸡。哎，老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个姜丝粉肠，这个姜丝蛋，这个姜丝大肠。哎，你来啊，龙须菜。而且锅盔炒咸蛋，我喝个莲藕鱼子也来。这老王特别推荐。九班个，那较好啦。你有进化的同学哦？啊，你们的我那还没去。美容初中最后一届哦，真的哦，哦，好好好，你刚要找吴锦花来啊，所以你来吴锦花点点来啊，啊，吴锦花点来哦，吴锦花是黎明盛传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啊，平静嘛，跟我介绍啊，哦，安尼啊，啊，你也在做几年啊？差不多20年吧，20年哇，你现在就是你在第三年开始吃，对啊，我差不多17年在做，我来你这。那你再要找位，我那真困难，跟他拜五年呢。古林啊，认识你哦。哎，今麦干么来？姑姑来。啊，也来，伊干么几人来？你请伊哦。伊来，我就爱请伊一罐秘鲁。啊，未歹哦。你家爱担对几行较重要？乌鱼子。他招牌。乌鱼子。乌鱼子哦。见仁见智啦，我一记得讲他们百富城管，哎，好两人唔敢食，你无敢，你把余老大讲，今日唔好过人家，出无几地哦，拜托唔好一直搞介绍。哦，你的鸭先家己带啊？哎，阮卖鱼啊，家己做的。家己带。卖鱼啊？哦，卖鱼啊，家己做的。上鱼啊，哇，那个，啊，那个人伊十二台中港有，有两只白，两诶，几啊只，迄落。船啊，出去抓，好鱼，鱼啊，拢互伊搞好处理啊。啊，你这个是算拢美容一边的客家菜的对啊，较侪啊。吴锦花，你用都唔是美容人吗？我是讲，你这种客家也算南部的啊。对，南部的。哎呀。直接凤梨酱我家己做的。哦，你有你打工做过这，你做下饭的。好，停台湾又够好食，大家会记得来哈、啊。